你俩是不是疯了啊？不，你俩有点太过分了吧，你俩啊？哎呀妈，干啥？这是不是疯了呀，你俩呀？啊？那怎么这么点就知道拆家呢？你说你们俩呀，组团的呀？啊？这苏玉倩给我拆的啊？是不是以为没人能治疗你俩了？是不是啊？啊？哎呦我的妈呀！啊？真行啊，真行啊！这先给我拆的啊！你看我怎么收拾你们俩啊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你俩啊，三八三八，你看他俩把线给拆的，看拆坏了啊，就这俩干的啊，你瞅瞅你瞅瞅啊。